奖金都收到了吧？收到了。这次的奖金呢是10000块钱，大家把它拿回家去改善一下生活。一万？这不是600吗？哎，别说了。凭什么不能说呀？这明明发的就是600，我为什么不能说？君经理，怎么回事？嫂子，他俩就是干杂活的，这奖金根本就没他俩什么事儿，就这600，我还是看他俩可怜才给的。可怜？我看你才可怜。所有员工在我这里都是一视同仁，赶紧把钱补上。行吧。哎，露露，那个奖金给你了吧？啊，补了。哎，我怎么没见到那个孟涵呢？他离职了。不是干得好好的吗？怎么就离职了？嗯，哦，我也不知道。不是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别怕，你说。哦，姚总，白梦涵被军经理开除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上次奖金的事情，军经理觉得白梦涵说的那个话让他很没有面子。你小子出息了，敢当着我嫂子面让我下不来台，赶紧拿着你的钱走人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公司那还是我说的算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忙吧。哎，对了，另外叫那个白梦涵回来上班，我要亲自给他道个歉。道歉？是道歉，就是因为有君君这种人在公司里作威作福，委屈你们。嗯，嫂子，什么事儿啊？打电话给你哥。干嘛呀，嫂子？打。哎，哥。什么事儿？让你妹从公司滚蛋的事儿。消消气啊，媳妇儿。再多说一句，你也给我滚蛋。滚出去。